这个是真的寿桃还是什么巧克力吗？哦，用这个大的点这个小的。那为啥不把它先插好再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插四个？啊、哦！这个蛋糕不是给他准备的呀。工作室的蛋糕。对，可以理解他不在工作室，他不在工作室的编制内。你把愿望帮我们许了，还是我们到时候自己私下许？那你帮我们许一下吧。愿望要说出来吗？我觉得还是要告诉我们。那不然，那帮我们许了愿望都不知道是什么。但我的愿望可以到时候悄悄告诉你。不用。还是不说出来，说出来不灵了。反正是写的好的。我一刀你一刀，没有你先切吧。你切了的话，这个到时候就要报销一下这个费用，因为我切到时候可能就是我不会。哎，你还就是故意放的。这个花可以吃吧？应该是。那看着有点真的像塑料的，做的很太真了，做的太真了，然后看起来像塑料。你要这么多桃子干嘛？桃子寓意好啊，就相当于你给我送的是爱心，好吗？我给你送爱心。有形的爱心，它也是爱心，好不好？行了行了，你自己过来切吧，咔了，太累了，切。这样的话。大家就知道我们工作室有多少人了呀？算出来能怎么样？算出来很可怕的呀！祝我们工作室4周年生日快乐！我就祝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然后呢，造了那个成语忘记了，发财那个成语什么？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